修改什么呢？就是一月贴过来，它是1到30，一月哈，OK。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贴过来说呢，自动帮我加讯息，什么讯息呢？就是把那个一月加在前面，日的话加在后面，等于有点像串接一个东西啊。所以呢，你要怎么样可以刚好？假设我今天希望做出来效果类似像这样的，demo 一下，给各位看一下，点下去。这边会是1月1日，2月1日，2月3月，OK 哈。那这里的话哈，基本上呢，我就是写了一个什么，写了一个判断的哈。那判断什么呢？贴上之后的话呢哈，那所以你特别注意哈，要写在哪个地方才可以有这个效果出现呢？基本上呢，这边其实我还是利用了一个就是以前讲过的，就是这个地方了哈，就是处理月份的部分。那大概会写5行程式哈，这5行程式其实就是一个回圈，加一个逻辑判断，再加上一个什么呢？输出的时候变更我们要的结果。那里面的话呢，大概我们逐一来看哈。首先当然第一个啦，如果你不确定说哪个地方修改的话，像我之前就是什么逐行先跑跑看，那其实就是大概在这一行，假设我贴上的时候哈，其实就是执行程式的时候呢，那我把它贴上。贴上之后呢，大概程式我估计大概写在这里会是比较好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如果写在别的地方的话，如果假设呢，我写在别的地方，那我就没有办法处理一月，因为贴的话现在是贴一月，所以我就当它贴一月，我就改这个范围；当它贴二月，我就改这个范围；贴三月，我就改。那这样的话呢，才可以刚刚好抓到那个月份的哈，所以。那写的方式的话呢，当然我就把它在贴上的时候呢，处理月份，所以呢，在这个贴上的动作，处理月啊，处理的话呢，要怎么做啊？这个地方我希望哈，在这个储存格里面，来帮我怎么样，逐一个从第二列到最下面一列做什么？所以哈，我可以写一个回圈，for 以前是用 i 啊，其实我们入门班里面想了蛮多有关写回圈部分。那这里的话呢，i 已经用掉了，所以我用 j，for j 等于什么呢？for j 等于第二列，到哪一列呢？到最下面一列，所以我就到最下面一列。那其实刚刚有写过了range a1 点，我这个自己再写一下，range 哈，然后呢，从 a2 好了哈，向下追踪，点 end，前括弧向下。点 row，OK 哦，然后呢，在 next 就把这个范围里面的资料呢，做什么呢？哎，帮我整个跑过，加什么东西呢？加一个 sales，输出到那个储存格哪一列呢？J 列哪一栏呢？A 栏里面呢？输出等于什么呢？前面帮我串现在的这一个工作表名称，那现在的工作表名称我怎么叙述呢？序齿，括弧。第 i 个哦，其实现在的这个，那就是什么？第一个的名字点什么呢？它有个属性叫 name，点 name，点 name 的话呢，抓到就如果一的话，就是它一月就帮你抓回来了哈。一月 end 什么呢？end 它现在里面的资料，那就把它现在里面的资料先放在这边。一月一后面串一个什么日 end 哦。这边打一个日，OK，好，1月1日，那这样的话呢，我串完之后就会得到我要的最后的结果，一日，OK，好，串完之后的话，游标把它移到上面来，把它移到这边然后跑一下，一个一个去解决，这个地方它会帮我把1月1日串完之后再丢到前面去，所以这边的话，我执行这个 F8。哎，你有没有发现，1月1日改了下一个 next，以此类推，它会怎么样呢？从头帮你跑到尾，就全部跑完了。假设全部跑完，我就按执行，让它全部跑完了。这个时候呢，全部跑完了，跑完之后的话呢，再来怎么样？换下一个月份。不过特别注意换下一个月份贴上，二月份贴上，再来怎么样？for j 等于第二，到最下面一列。然后呢，串什么？串它的资料，
不过会有个问题，什么问题？一月已经处理过了，那如果以这样的叙述的话，那理论上应该不能从二开始，但是有个问题啊，那要从哪一个开始呢？32开始，可是哈，32就要抓到32个是这个数字去变更它，有点难度。后来我想了另外一个方法，什么方法？我判断什么？如果当这个里面的字哈，它的长度小于3的话，有没有1到30嘛？它的字的长度呢，一定都是小于3，一个字或两个字。那如果你已经改过的话，一定是4个字或5个字，对不对？像一月有没有4个字？所以我可以用什么？用字的长度去决定我要不要变更里面的资料。应该懂那个逻辑吧，哈。所以呢，其实我们可以在这边再加一个逻辑，什么逻辑呢？这边哈，如果我刚刚的叙述哦，如果那个里面的资料 len 刮弧哈，它里面的资料就是这个，把这个里面的资料哈放进来，判断一下什么时候才会变？当它小于3的时候 ，then 它才要去做下面的事情。反之的话呢，就不要做 ，end if。OK， 好，程式写完了，应该懂我在做什么了。其实，在前一个阶段课程里面哦，写最多就是写回圈加逻辑判断。啊，其实利用这样的方式哦，在很多地方就很快可以解决你要的问题了。OK， 好，所以呢，我们试一下哦。这个地方的话，二，现在第二有没有？第二个它的字串长度呢？哈，当然指的是这个，有4个字，所以呢，它的字串长度呢？哈 ，return 回来4个字。所以呢，有没有小于3呢？没有，所以怎么样？跳过，不处理 ，next 也不处理，所以1月份的几乎都不处理了。直到呢，当它是 j 等于32的时候，一直跑到哪里了？跑到这里的时候，它的字串长度是1啦，一个字嘛，对哈，所以才去处理。所以这个地方的话，2月有没有？2月才处理，那以此类推，其他的都一样。所以哈，我在这边直接执行。二月就出来了 ，OK 哈，应该可以了解吧？所以我这边的话多一个处理月份的逻辑判断，那主要是一个回圈，一个逻辑判断里面的话做输出。那输出的话呢，其实比较重要，可能比较会有问题的应该是续词点 name， 这个很重要。如果未来你要抓到哪一个工作表，它你可能只知道第几个，但是不知道它的名称的话，你可以用后面的一个属性叫点 name， 它可以去抓到那一个储存那个工作表的名称。那它会怎么样呢？帮你把这个上面的名称返还到这边来。那你串接嘛，串接原来资料，串完之后再丢回去给这个储存格，所以储存格里面显示的东西就会是我们要的结果了。OK， 逻辑应该很简单的，不过建议是要一定要动手做了啊。当你自己从头写出来没有错误，执行 OK， 那表示这是你的东西了。好 ，OK， 所以这里的话，请各位试一下。但是做完之后了，如果你做完之后，后来有同学说老师不对啊，你这是日期格日期耶，你怎么串一个文字啊？将来如果要运算的话，不是很麻烦吗？所以后来对哈，这个地方应该改成标准格式，比如说应该改成2017斜线1月1号才对啊，对不对？那这边应该是2017的2月1号，可是要怎么样改成我们要的标准格式才能够运算嘛，对不对哈？所以第一个只是方法一啦哈，不过这个方法可能要被第二个给推翻了，那你就要再动手。我刚刚讲的东西都在这里，所以如果你写不出来，这边可以复制贴上哈，尽量不要了哈，可以试试看。那再来的话就是说我要做出来，如果要改成什么这样子，不过因为这个旧的哈，你看2017 1月1号。那最后做完哦，还可以变更什么？这样子，民国年。假设啊，刚好可能有同学说，老师，我希望可以再帮我变更格式，可不可以？可以啦。
其实答案就在底下，不过尽量先不要看哦，试一下，来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哈。程式没几行啊，但是其实做出来效果我觉得都还蛮 OK 的，工作里面其实都可以派上用场哈。那这些案例哈，主要也是还是以工作上哈所发生的那个问题需求啦，我们去制定这类似的范例哦。那当然如果你们有其他的想法啦，一些可以提出来吧，反正这东西主要是帮助各位哈，可以在工作里面得到效率的提升，以后的话真的就可以一键完成所有的事情。